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阳亭县县长何长英，很高兴带您走进华夏母亲雷祖国家纪念公园。这里啊，是中华人文始祖皇帝元妃雷祖的出生和归葬之地。雷祖首创蚕桑，编绢制衣，他始兴嫁娶，崇尚礼仪，他西河白祖，谋划干戈，他辅弼皇帝，统一中原，他是华夏民族的伟大母亲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祭祖广场，这里是专门祭祀雷祖、祈福中华的场所。石阶而上是雷祖圣地碑，碑文有李白之诗《赵蕊题写》，讲述了雷祖一生的传奇故事。驻足庄严肃穆的雷祖灵前，天地悠悠，西宁古国踏歌而来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追寻远古的禅师文化，也可以领略博大精深的母亲文化。北祭皇帝，南拜雷祖，欢迎你们来到阳亭观光旅游，寻根祭祖。